我就得让你看一看什么叫一把也不死。上来打落手怎么打？首先，先平 A，看他学的是什么，有没有骸骨渡城，学 W 直接干。吃药。一 A 点烟走。这波可以回家，兵线是往我们家这边推的。那不有点傻逼吗？还是推过去得了吧，要我说。哎，不用，哎，收这么几个兵，刚好500块钱，我们回家。兵线是往我们家这边推的啊，把它放在这里，顺便吃点经验。买个小针眼，学个抠。正好推到我们家这边，不错。抠一下，三级了，别拽我们啊！我警告你，别瞪我。你说吧，我跟你说别瞪别瞪，就非得要瞪。那我就不追了，你要乐意追你就追吧。你晃啥呢？还跟蓝枪还在那兵堆里边还晃上了，晃吧。血亏，这哪亏呀？我又兵又收着了，我们又拿着助攻了，挺好，蛮好的，这是不亏的。好，回家去出耀光去。这波蓝枪很想再来一波，但是我们不听他的。这个落手如果想出来，至少还得半分钟。不上，不杀。我不是说不配合他，他这么多血，我们杀不了。在一个落手没有交易的情况下，我们想去杀他，然后还是满血，费点劲。房管睡着了吗？咋的了？谁呀？谁又咋的了呢？我咋没看见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，有个叫清新和赤鱼的是吧？没事儿，别着急，不要着急。打的落手，这波怎么打 ？A Q， 让他拽好。A 一 A W，A 接双 Q， 正好没血怒，死了。尽可能的让他的血怒慢一点触发，三成了我们就放 W， 让他 A 不着我们，缓一下子就会好打一点。抠一下。这波给他一种我们没有蓝的这种假象啊，注意 A， 假装打不过，让他追来。好，一 A Q 放大转起来，平 A， 二 A 再转，
操，跑了 ！AQE， 这完了，换了给我。哎，我不杀他，我好难受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人他跑了，打着打着跑了，不知道跑什么。这把能不能不算？这属于正常兑换，我实在是忍不了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可以不死，但是这波我就是故意死的。因为我不杀他，我生气。谢谢思勋的飞机儿。他值钱了。注意，平 A， 平 A， 再 A， 再 A，A 接个 Q。再 A， 再 A，W 走，拜拜。A Q E， 征服者触发闪现走，别着急，我死不了。好厉害呀！爬着来了，干嘛呀这？没完了是吧？你俩要干什么？你俩杀我来！哎呦，真吓人呢！这两个人怎么的住这儿了是吧？啊？算了吧，住这儿回家吧。那你咋整？你说人家住这儿了。那就愣不走，就搁那踩打，像精神病似的。红 buff 给了，这不是一个好消息。哎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他给红给落手，那这红不是我们的了吗？对不对？看看这落手这波打不打啊？他应该有疾跑，我觉得。A Q 点燃 R 转起来 ，W 一手，双 Q，A 接一个 Q， 再接个平 A， 你打得过我吃药？一 A，A 接一个 Q， 再 A， 操！这蛤子怎么有吸血？哎呦！其实我这波呀。药吃慢了是吧？我早点吃药，我估计吧，应该我还能有个药。无敌了。分离者出来了，这也不算，这确实也不能算，我觉得不算。你说我这老些兵，你这老些兵，你怕什么玩意儿呢？你有什么好怕的，小老弟？这是怎么加到血的呀？哎，我都放一了，是因为他这个皮肤是绿色的吗？扣一下来，再扣一下来 ，E A， 再 A W A 接双 Q， 拜拜，塔没了。
让你们看一看这分离者拆塔的恐怖之处啊！塔没了，有炮车了。他死15秒，上线20秒，20秒之内这个防御塔就会消失。快不快？快吧！啊！哎呦！哎呦呦！哎呦呦！哎呦！我的天哪，小伙子，我真害怕！死！跟我对儿死了，对儿死不应该呀，这应该是我们把他给杀死的。这波怎么能对死了？给我流血，给我流死了！这波算不算？哎，行，算吧。谁打游戏还不死个两把的？你说那洛克萨斯之手像个犊子似的，进塔就要杀你，那你说咋整？那他硬杀你，你说你能怎么办？那就杀呗。那这没办法，这是确实是没办法。我操！这把我们就打单带了啊，就不去参团了，就跟他打单带。 Q 一下 EAW， 哎，没放 W， 这回放 W 双 Q， 二塔没了。哎，谁这个 V game 出来了呢？ A 2 E非得打扰我拆塔，你是？你拆个塔不行吗？你说？我一边打你一边吃果子，哎呀哎呀呀呀呀哎呀呀，我一个坑，哼，生气了。打个三狼，我估计就我这么点血，他还得找我打。但是他打不死我，我们这么点血，因为他没有 R， 他斩杀斩不了。先让他放 E 啊，在这回城啊，假装回城。让他上来，几个人吧，
好像没有人在他后边。你不杀我可走了，你可没机会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要这你都不杀我可就走了。他能忍得住，我说实话，哎，还是可以的。他要是这波忍不住，他又得死。还好他忍住了。一 Q 杀一个，平 A 接大招 ，W 一手 A Q 转起来套点盐 A， 我应该死不了了。嘿，没了呀！嘿，没，快快快，结束，拿下！这不拿下，赶紧拿下！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顺过了。玩了电焊工以后啊，是腰也疼腿也酸，队友全是大傻子。自从玩了这个电焊工以后就完了。哎，我们不玩电焊工以后，你看，哎，腰不疼了，腿不酸了，队友都厉害了。哟，差一点中。这个落手怎么好像在这里呢？来来来来来，可以打。永恩已经有点无敌了，先杀的落手啊，别让他砍起来。来转起来，平 A 接钩转，再转 W E A。你们收吧，我不上了。腰也疼腿也酸，队友全是脑血栓，挺押韵啊。哇兄弟，你这飞尸了吗？这不应该啊。上路高地没拆掉啊，赶紧拆掉啊。对啊，你们说我们这波到底要不要过来支援一手，先装个假猴吧。装个假猴吓吓他们啊，吓吓他们。我上去也没有用，我没有蓝。有的时候在你没有办法帮队友的时候啊，你可以去旁边吓唬吓唬他们，就是你去摁个 S， 你想一想啊，你们到底要不要上？警告他们一下。让他以为我们上了，但其实我们就是在那一待也没动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波一 v 五。试试吧，尝试一波，让对面过来打我们。这蛤蟆呀，我说实话，转起来，丁金丝猴。先把这个杀了，哎，加血加血加血，吸血吸血吸血，这不能算是一 v 五了，这都算是一 v 六七了。他们家还有俩风月塔，就相当于俩英雄。